好，我是 Week 2的设计师蒋佳，这位是我们的搭档王德全。这季的话，我们整个系列把它命名成半色调，然后那个我们可能整个一个灵感来源可能来自一个就是装置的一个艺术品，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发想吧，然后我们把整个一个系列的感觉定在一个比较含灰的一个基调当中。婚纱秀还是非常的规模还是蛮大的，然后整个模特的选拔上也是很严格的，所以我们对这场秀的期待还是蛮大的。秀也请到了很多的明星做嘉宾，然后衣服也是非常的精工细作，然后这两天我们彩排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设计可能运用到了一些面料的二次处理，当然也延续了我们以往的一些刺绣跟钉珠的一个工艺。这个牌子已经成立有6年了，2008年成立的。那感谢大家一路对我们的支持，谢谢。